发现神奇宝贝 Magmar Swampert Clink 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按下按钮来决扫描到 Zedrada了。在战斗中，基格尔德可能会改变形态。此外，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。上吧 ，Lamprous Intake Zygarde。 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，基格尔德在观察局势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 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 ，Hydro Pump， 是辅助攻击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停止。Fire Blast。 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形态转换了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停止轮盘。 提升攻击力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 雷公出现了，效果减负，被神奇宝贝球。然后那个硬币可以变成什么样？好像不是硬币，我说变长，那是自创出现的。 发现神奇宝贝 ，Bellsprout， Gumi， Vanillax， 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！按下按钮，好厉害！上吧 ，Landorus， Landorus， Grenadus。 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
西宝贝的攻击。成功了。Thunder! 很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Flash Cannon!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瞄准。上啊 ，Air Cutter， 打中要害了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，Dragon Breath。对手也很有能耐，形态转换了，形态转换了，形态转换了，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很好，上啊 ，Hyper Beam， 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很好，使用辅助攻击。神奇宝贝的攻击瞄准。上啊 ，Air Cutter， 打中要害了，形态转换了。奇宝贝的攻击瞄准红色的树，很好。上啊 ，Focus Blast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成功了！上啊 ，Thunder， 很好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上啊，好玩啊 ！Gun Play， 其实我用破完关的关卡，他给你拿打中要害了，形态转换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很好，上啊 ，Hyper Beam， 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上啊 ，Earth Power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上啊 ，Bulldo， 打中要害了，形态转换了。上啊 ，Outrage。捕获机会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瞄准。上啊 ，Bulldo， 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基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上啊 ，Lance Rat，
错机会，攻击，完全瘫痪，力量全开，完美战斗条开放。按下右边的按钮。Yes， 完美。Yes， 很好哎，25分的位置，在那边倒。没事，五个机会，慢点。